那就是这次试炼的最终目标，食材魔，击败他，证明你们能成为神圣殿堂的一员。 好大的宝箱，里面会有什么宝物呢？ And that's how I do it, guys. Let's go. Next time. Mm-hmm.